剑心，哎 ，W， 带中，可惜呀，黄鸡三晚了 ，Q 拉开。 打个一星换位，潇洒，就是这么随意。觉得我的鱼丁你们打的是也是这么简单啊？进酒店来，走，剑仙弟弟绝对回家。各位没参与卡牌的话，可以卡个牌的好吧？这个还可以获得绰号鹰马飞的有残念，兄弟们。 目前打的是主安的超凡大师。哦。没蓝了，没状态了。 怎么说？他敢对线？幼稚。 准备把他带走，他补这个炮车的死。剑仙都不用剑仙，反杀两次，就这样吧，就照着他补这个炮车的心理，然后把他带走就行了。他会急，他急的不行，哎行，回家，完美。 人呢？捕捉塔了。打一波，约塔。<笑>别给他自取其辱了，三毛皇帝啊！你往那飘。 DLH 系列的超粉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 ZZZ DLH 啊，我们的主角。这都不要吗？
不支援啊，继续拆。我没有必要支援，这个新两层塔他弄不了了。大荒已经废了，这就是预毒加超声的毒，狠不狠？ 直接毒100多滴血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八中一堂，中，没中吗？简单带毒，烫死，够了。 还值270，没事，让他们打野来，我正要会会他。应该，然后这波回家出来，先来中路吃两波线，吃了两波线，我们再去游走，知道吧？ 谁中了？来看一下啊。 破海吗？恭喜恭喜！我们再来开一个，好吧？兄弟们喜欢的不的话，可以参一下三连圈考牌的啊。然后这个罗盘还能抽抽东西，大家喜欢的不可以用罗盘什么娱乐卡参与一下啊。大师一上打一把，大师一上赢一把，中到了就是赚到，兄弟们可以支持一手，感谢大家。再吃一波先。 大爷都懵逼了。 先拆吧，剑魔来直接给他越了。 哎，有不想让他吸这个阿德克的血啊！可恶的家伙！沉到海底去吧！逆袭吗？亚托克斯啊！ 在跟谁作对？帅，完美，下去。
沙漠皇帝已经积了，加三级了已经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中。挂猫，点一挂 A 一下，飞波 Q， 帅气。这个血量还不足，还是往前走。能干嘛呀？吃波塔是吧？他就完事了。感谢拓海的愚人卡，谢谢拓海。听我打，哎，哎呦，我大意了，怎么大爷复活了就往下面赶啊？哪有这样的？哎呀！那、啊、你还好的，菜塔，我们六神操纵菜塔巨快。着陆喽！鲨鱼！白色。线不够多呀，快我们走。哎，怎么撞这玩意了？我的妈呀！滚！没站好，问题不大。开沙漠。坏了，我也死了。我已经无药可救了，死不掉了。下路的阿塔，我们就算上了高地吧，很快的，我们这个帽子跳得很快。Killing spree.
直接就点了。